主料：瘦肉400克，芹菜100克，水饺皮400克。辅料：油、盐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30分钟到1小时。准备好材料：芹菜和瘦肉。瘦肉切好，芹菜也切好，芹菜和瘦肉加盐。我加了点肉松下去的话，一起拌均匀。准备好要包的饺子皮和水，包好的饺子水烧开，放下饺子，煮到饺子浮起来就好了，打起来自己包的就是好。烹饪技巧：肉和芹菜要拌均匀，这样起来非常的好吃。包要包底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